嗨，今天我们的 dentist Mr. Yan and our patient Frankie San 大四分，如果没有打到第五的话，他出现三个失误，最终他拿四分，他还是拿下这一局。对，这是一个提供率的问题。对，就算刚才打到第五，啊，就算十分，打眼睛自行 OS， 八分他拿十分，他还是赢。Go Roger go。Oh, nice. OK Frankie 总结一下，你比较喜欢 Dr. Ivy 对不对？你是在此吗？会此